糟了，啊，这是活跳跳的给它冰镇，然后再给它烤。抓虾的过程很有趣，所以适合大家一起来这边玩。鲜虾非常的 Q 弹，虾肉很扎实。小马儿，我今天晚餐呢来到了台中一间我非常想吃的，这间店叫做有够虾。有够虾，有够虾什么店呢？它是一间非常有趣，有点泰式泰国虾流水虾吃到饱的概念。那它的这个流水虾呢是自己夹的哦，它就暂养在这餐厅里面，跟我进去一探究竟吧。今天的胆固醇又不小心上升了。冰个一分钟，再放冷泡过一条线。那现在的动作呢，就是我们要冰镇虾，因为它活跳跳的虾子，如果直接烤的话，它就会在那飞呀、啊、跳啊、弹啊，各种惊悚。虾子很怕冷，我们要先给它冰镇一下。现在冰桶加一些冰块，然后再加一点水。现在要试着夹第一只虾哦，用哪一只好呢？对不起。啊，好可怕，哦，它会逃哎，欸！天哪，啊！我发现我根本连虾子都夹不起啊！啊！我发现，走快，走快，走快！这根本是考验吧？啊！夹到一只了，赶快放到冰桶里！哎呦，天哪！啊！干起来一分钟，怎么？弄得那么惊悚，真的是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再夹第二只虾。我夹到了，这是第二只，这个真的要训练一下了。大家好像都会被虾子吓到，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冰镇的虾子。刚刚奋力夹的虾子已经昏倒了，而且它感觉有点丢起来这样子，然后现在要把它放下去烤。第一只泰国虾。泰国虾自己烤，现在在烤虾咯。烤虾同时也可以先去自助吧夹一些青菜啊，来煮火锅。鲜的虾子，烤虾、干贝等等的，非常的丰富，还可以煮成火锅哦。这个什么虾好大只哦，天使红虾吗？哦，天哪，真的是天使红虾哎，不惜重本哦。除了各类海鲜以外，还有很多的熟食可以直接享用哦。辣炒螃蟹、宫保鸡丁都有呢。这边不仅是流水虾吃到饱，还有很多熟食哦，还有很多甜点啊、冰品，来我们看一下。蛋糕类，哇，每个都超想吃的。当然还有好吃的冰淇淋咯，美味的哈根达斯，这是我的最爱。水果它都切得很整齐很漂亮，还有玉米笋呢，这好像是茭白笋吧，和健康的杏鲍菇。这边还有整盘拿取的肉品哦，干净卫生，比较不会交叉污染。饮料的话有苏打饮料可以做选择，还有一些果汁汽水、咖啡类、乳酸菌冰沙，这个我喜欢。梅子醋、油切绿茶，我等一下需要油切一下，因为等一下会吃很多。还有爆米花，太棒了，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去享用咯。工作人员在检查虾子有没有活跳跳的，保持水道虾都新鲜活力的哦。宽敞舒适的座位和水道，很适合各类的聚餐。我已经吃饱了，你猜我吃了多少虾子？其实我也没有算啦，但是我觉得保守估计至少有15只以上吧。吃饱了，超级饱的。这边的鲜虾真的是虾肉 Q 弹，很好吃，而且有不同的酱料 sauce 可以搭配哦。那它的甜点，哈根达斯我刚刚也吃了超多球的，所以今天就是一个值回票价。甜点很好吃，我超喜欢它的柠檬蛋糕。有空来这边吃哦，有够虾，够是 GO 够。这个是亲子区，这个
一个游乐设施，小朋友可以玩得很开心哦。那为了促进亲子的时间，不管是亲子还是男女，请不要一直滑手机咯，大家好好的吃饭，开心一点。给小孩玩，赞。每周更新旅游美食快报，请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官方宝贝去旅游以及我个人的 Melody 小马去旅行穿搭品牌雷讯，欢迎订阅我们哦。